这样子玩。能跑吗？传统接他一下 ，OK。还浪费了对面下路时间，对面下路没吃兵。你还要 A 我？我升两级的，叫个点燃，你闪现我就叫个点燃。嘿嘿，闪现千分，哇，要直接越塔吗？神盾科学怎么选？可学一打几？神盾单挑。等我点燃应该好了。他一比我 W 先好，哎呦，我吐了，反应慢了呀，这 Q 没有拉开躲他 E。杀不了他呀，把我卡下线就完美了。他比我先到六级，哦。
他都不知道他升六级了。这康，这信仰也不会一R多 W。哇，他有大招的，我都忘了。哎，我忘了他有大的，他刚没放大。哎呦，这不 W 挡青钢影大招应该能走的。啊，我忘了，他刚没放大的。试一下快捷释法，用习惯了呀，没必要试。手动释法又不是玩不了。他打先锋，他往上路靠的。凤凰也要靠的。金刚也在靠，瞎子也在靠，船长大都要好的。好痛！我打不动。这不凤凰不在吗？这凤凰走了，好像。下午今天没打过，无敌尔要来，去中了。一塔不是我的。
凤凰的塔皮没那么好吃啊。带了七领神仙，七领神仙也回不了太多蓝。这你不吃这层塔皮？用双。你还搁这卡线？算了，他有点肉。中路塔皮太难吃了呀，乌利尔要来。哎，有点傻逼，应该先打墙那边的破绽的，没打卡墙呢。这波大招吃的爽啊，吃了一层塔皮。29 CD，他敢踹过来。这人直接出杀人书，快溜，人有点多，完了。哎，他就把我卖了。他回头 A 一下青钢影，我感觉我能走。不过他要死。我、哦，你这什么鬼啊？别让他跑了呀！
他盾弓在 CD 的，直接识破带走。哇，这人他都不是我的。不好追。哇，助攻都没。哇，这还没死，却被打断了。不是，这啥呀？我操！这一次胜利是我修炼的结果。单词，50秒一个大，可以闪现。Thank you.